继续来看韩国瑜的倾听之路，再去到苗栗的龙凤宫，县长徐耀昌甲前县长刘正宏两个人进前为着苗栗的财政咧起配面，也毋过即个是东台替韩国瑜来助选。啊，韩国瑜嘛再一次来批评着蔡英文，讲伊的执政之下，内部的纷扰不断，经济萧条，现场阁有支持的民众受过激动咯，当场昏倒送病院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去苗栗龙凤宫参拜这些观众，热情甲爆发了呢。这位太太想要激动当场昏去，被救上担架送去病院。舞台顶，馆长徐耀昌嘛到现场去挺韩国瑜，要前馆长刘正宏。韩国瑜当选。刘正宏进前才甲徐耀昌因为苗栗财政问题，伫遐冤家，即摆难得降台。我们的内部纷扰无比，我们的经济这么的萧条。民进党是用阿拉伯数字来骗蔡英文总统，你到中南部跟民众面对面去听听看，苦人太多了，我们的台湾不能再这样子窝囊的走下去。韩国瑜讲，台湾一边是共产党想要把咱架起，一边是民进党想要台东，伊咧拍安居乐业牌，希望讲会使争取民众的认同。